出来今天要做的是明星妈妈们的跳蚤市场，也就是说明星妈妈们买了一堆废物在家里面要拿出来丢给别人。先拿一个样品给大家看，请看我手中的这本，就叫做小孩专用的鬼故事书。可爱哦，小朋友是不是应该知道世界上有鬼的存在？因为像我女儿以前每天睡前都会说，妈妈你念一本故事书给我听，然后后来我自己开始编故事，然后就越编越可怕，所以现在我女儿都会说，妈妈我不要听故事书，我要听你自己讲的故事。故事书里的故事很可怕是不是？他就再怎么可怕还是带有一点温馨，可是我讲的是真的，大家在玩前线，然后最后那人就被鬼附身，然后头就扭了360度，七孔流血，那个人他就突然就得流血，然后手伸出来，然后就把他撕裂什么的。你笑可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种不能给小孩听？对吗？我就说 Ellie 你觉得可不可怕，他说我觉得蛮好笑的，然后我不讲这么重口味，他就说我要再更可怕。我想说就现在是一条不归路了，对，这没办法。好，对。